强，你还能当老师？那他还能当老师？我是黑魔法防御课的乔纳森小布老师，我的课上不许发弹。今天我们学习变萌术，这门法术非常难，我讲重点。变萌术主要靠天赋。我讲完了，开始自学吧。他这也叫上课啊？同学，你拿错课本了。哦，还好拿错了，是那本。配置变萌药需要容器为一立方米，深为0.3米的锥形反应容器，持币造价为250魔法币，吃力的造价为520魔法币。如何设计反应容器才能造价最低？相距1400米的 AB 两体，听到变魔咒语时间相差3秒，已知音速是340米每秒。变魔咒语作用在怎样的曲线上？求轨迹方程。我的心理阴影都要被求出来了，好吗？我就不信谁能求得出来。大家都学完了，开始测验吧。谁都学完了？认真答都是送分题，垫底的留下来打扫教室。我会努力的。送分题，送命题吧。姐姐，你可能需要补习。哎呀，我总不见得从惩罚口诀。